寂寞部落格总会有一个句点，让时间去改变幸福世界，都经历心碎和狠心考验。爱到是幸福，直到甜蜜画面，痛苦痛苦每一天，想念陪你全天候不断亮星星的聊天。我想用网络和手机广播和笔电，决心的传递着笑脸，我等你连线，陪你一起感受生命的脉动，陪你一起时空的台风，我给你不断的线的温柔，就让我陪你走到最后。跟爱连线，我等你连线。